通上电通上气之后，打开电源开关，设备复位，等待仪表启动。然后我们用一个标准砝码测一下两个秤台的重量，先放1号秤，25公斤，看一下1号秤，25公斤，再放到2号秤台，25。1号的枪管细一点，2号的粗一点。1号是包这种白色的小桶，我们先将桶口插到底，然后按启动键，观察上面的仪表，现在目标值是净重10公斤，自动去皮。重量是10.01。我们再看一下2号枪头，蓝色桶。它是这个是限位，然后我们把这个桶直接推上去，应该不会差别太大，直接按启动，观察下面这个仪表，自动去皮，开始灌装。是净重20公斤。19.99，在误差范围之内。试一下压盖，这里有两个旋钮，下面这个输送是这一节轨道的，上面这个是滚压开关，是这一节轨道的。我们要压盖的话，需要两个同时开。如果不需要压盖，把这个整体摇高，在这里摇起来，然后开输送，就是只通过不压盖。现在我们要压盖，我们滚压跟输送要一起开。那我们看一下压盖效果。